脱身换影，当对方击打我同时，我用右手招架，向外侧领对方的手上步，击打对方的胯部，名为脱身换影。下面慢动作二人演练，当对方右拳击打我同时，我用我的右手招架，同时向外侧领他，同时进我的左步击打对方的胯部。下面用快动作演练，出拳，童子拜佛，当对方用双拳双峰贯耳击打我的两部太阳穴，对方是用这样击打我，我呢由里侧双手双掌合抱，同时抬我的脚，啊，这叫童子拜佛。下面做慢动作演练，当对方双手击打我同时，这叫童子拜佛。我的脚蹬其裆部，对方必躲，必向后躲，用头去撞对方的胸，叫老僧撞钟。下面做快动作演练，金丝缠腕，当我出拳击打对方同时，对方用右手抓住我的右腕，我用左手反抓住他的右掌，同时我的右手向下翻转，名为金丝缠腕。对方我出拳，对方抓住我的手的同时，我的左手反抓住对方的右手向下翻转，使对方蹲在我的面前，名为金丝缠腕。对方抓着我的手，我抓住对方向下翻转，名为金丝缠腕。天王托塔，当对方击打我同时，我的左手扣抓住对方的右手，而我的右手掌托住对方的腮帮，名为天王托塔。动作是这样的，当对方击打我，我扣住他的手上部，托住对方的腮帮，叫天王托塔。下面进行二人的慢动作演练，当对方出手击打我时，我扣抓住对方的右手上部，托起腮帮，名为天王托塔。王母拐线，当我用天王托塔时，对方以左手抓住我的右腕，这时我用我的左手抓住对方左手，我的右肘尖由上向下翻转，名为王母拐线。动作是这样的，我使天王托塔，对方抓住我的右腕，这时候我的左手抓住对方的左腕，肘尖由上向下翻转，名为王母拐线。下面慢动作二人演练，我使天王托塔，对方抓住我的手腕，这时候我的左手抓住对方的左的手掌，右肘尖由上往下翻转。下面进行快动作演练，顿连割骨，当我击打对方的面部同时，对方的手由里向上腾架，
这个时候我的左手由底下穿出，右手往下拉近，名为顿连割骨。下面进行二人的慢动作演练。当我右拳击打对方的面部，对方左手由里招架，这个时候我的左手从右肘下穿出，左右手向下拉，名为顿连割骨。下面进行快动作演练。